安安，我是陆克，今天要来分享这次皇帝地狱级的肃杀队伍。接下来看到这队的注意事项：佛挪、密尔、阿飘都要用坦克，其他三个队员武装都要能进场 CD-2， 时光牌要满等的不息的循环。准备好之后就开打吧。进场这个小废物会封锁我们的技能，还有光柱、反手、消盾跟红绿灯，随便一 C。之后神的力量，选最左边的神的愤怒。二血、五鼠连击相等盾，还有全满结界，密眼阿飘记忆，点第一行三次。队长佛挪。第二层消水减抗，还有弓弦盾，光一 C。消珠后点水。第三层一血进场会先突击一次，随机八格碎裂，并要求18滴以上。密眼阿飘记二，流光珠起手，撸5粒以上的兽族珠，再为队长附上死鬼。二血无鼠强化盾，队长佛挪靠回合效果去无视无鼠盾，死后会给我们全班火。第四层火镜消，还有 50% 盾，这是我们要利用被卡住的火珠克普勒角色珠，向右一步消珠后不点，这样子暗珠会在幸村正下方，之后克普勒战友佛挪。王冠一血，墓外最少鼠转墓，累积90火，手消墓追击灵化。本来盘面29火一暗，绕弹的暗珠会被转成墓珠，幸村角色注意部，这样子刚好能手消30火。消珠后点火珠。二血98回沉默，并要求手消全光暗，幸村的疲惫状态会盖过沉默状态，因此我们这边可以开幸村附加消除，之后再开中立拳威压，最后战友佛挪。以上就是这支皇帝地狱级的肃杀队伍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